进去吧，黄总。那我进去了。还挺帅的，去吧。黄自立，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居然还能回来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的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去找贾婷和瑶瑶，之前我挺对不起他们的。你们呢？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？你急什么呀？到时候我们俩定好了，会通知你的。真没想到还被我说准了，当时我就看出来了，就你们俩。祝你们幸福。你刚刚说的话算不算数？当然算数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啊？不是，我是怕方警官不愿意。行了吧你，快进去吧，那么多病人等着你呢。晚上我们。喂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晚上我们一起。我没时间和你一起吃饭了，有任务，我先走了啊。快进去吧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注意安全啊。话都没说完呢。这枚低压钻戒啊，一生只能送给一个人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冯警官，我要娶你了。